辣妹在台上热力开场，安平港休闲广场在12号正式开幕，现场气氛嗨到最高潮。安平港休闲广场，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，今天总算顺利开幕。那么很感谢，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台南市各界人士的一个鼎力的支持。啊，除了带动这个区域啊，诶，这个发展以外，实上哈。啊，嘛会当受到原来安平古堡路这个所在发展的影响，哈，我相信一定啊，互相扶持，互相帮忙，哈。占地5500坪，园区包含咖啡博物馆、啤酒广场，还有多种游憩设施，甚至还将具有蒙古特色的蒙古包搬进台湾，吸引大批游客来观光消费。本来过去这是渔会一个旁的所在，粪扫啦，啊，草啊发甲真长啦。啊，即马咱陈国川董事长吼，啊来甲开发做一个游乐的所在、休闲的所在、咖啡的博物馆。啊，最近咱看到安尼吼，电火足光的吼，啊游客真多。啊，即马外县市的游客来甲安平讲吼，我即马来海墘啊，加安平港加吼，加一个佚佗的所在。不但说带来这个神奇，甚至于因为带来很大的人潮，因为整个安平的观光发展会做到很大的一个贡献。安平不再只有老街古物，借由这个安平港商圈规划，向国内外展示台湾最古老的港口，来创造新市场，也将为安平带来无限的商机。记者郑伟珍、冯一奇、周振宇，台南报道。